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燕平的脾气你也知道，别看平时里挺温和，遇见事儿倔着，现在人也大了，说什么都听不进去。那你总得想个办法吧。这事迟早会被发现的，将来燕平怎么做人你考虑过吗？你问我，那我问谁？我倒有个办法，不知行不行。啥办法？说吧。我娶燕萍，和她结婚。我和燕萍结婚，孩子就有了合法父亲，别人就不会说闲话了。不行，怎么能把你牵连进去呢？这事说起来，是三儿对不住燕萍。我是他哥哥，又有啥牵连的？燕萍还年轻，不这样办，将来他咋见人呢？咱俩打小就是朋友，比亲兄弟还亲。如果你答应，我就娶燕萍。你放心，这场婚姻只是个走过场，我还会把她当亲妹妹看待的。等有朝一日小三和赵丽丽离婚，我就把燕萍还给她。跟大哥结婚？不，这不行。燕萍，你不愿意？大哥也知道，我东吴大狱名声不好，会委屈你，可为了孩子，这只是走走过场。大哥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是在帮我，可我这样做会害了你。净说傻话。你咋能害了我？是大哥情愿跟你结婚。我不情愿，我不能让你将来背着一个离婚的坏名声。你总要成家，到时候哪个姑娘肯嫁给你？这样做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我也是这么跟建设说的，可他执意不肯。燕萍，事到如今，你们别逼我。要是这样拖累建设哥，我宁愿不要这个孩子。明天我就去医院，把这个孩子给做掉。大夫，我啥时候可以做流产手术？现在太晚了，怀孕45天到60天，做人工流产最适宜。可现在你腹中的胎儿已经发育3个多月，在母体中发育良好，如果你实在不想要的话，可以做引产手术。但那就没有流产那么简单，而且非常痛苦，有一定的危险性。大夫，
没关系的，我不想要这个孩子了。你现在可以安排时间让我做手术吗？艳萍，你是谁？我是她丈夫。你们两口子好好回家商量后再说吧。没什么好商量的，走。干啥呀你？跟我回家，走吧。哎呀，你别这样。艳萍，你跟我回去。别这样，大哥。你不能这样。别这样。你不能这样。大哥，我不想拖累你，大哥，我不想拖累你。艳萍，你听着，这孩子是张家的骨肉，你要是爱建国，就把这孩子生下来。跟我结婚，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把孩子生下来，让俺爹俺娘抱孙子，你想想看，他们会多高兴。燕萍，就算大哥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建设，你说啥？我要跟燕萍结婚。建设，你这是唱的哪出戏啊？把娘都搞糊涂了。燕萍，你可愿意啊？拜，我愿意。只要燕萍愿意，咱咋都中啊！燕萍啊，以前三儿对不起你，婶儿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。建设啊，以后不能欺负燕萍，听见没有？咋能呢，娘？你俩这婚事想咋办呢？越简单越好，是吧，燕萍？我听你的，大哥。燕萍啊，往后啊，你俩成了夫妻了，可不能叫大哥了。你说婚事咋办，婶就听你的啊。爹，娘，我们想就领个结婚证，买些糖啊瓜子什么的，让街坊邻居来坐一坐。哎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哎，那可不中。小三结婚呢，我这心里就窝气。这回你和燕萍结婚呢，咱们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的啊。你俩和任意富荣的婚事一块办，咱也来个双喜临门。好好，这好这好。咦，那给小三儿咋说呀？不管小三儿咋想，我都要先告诉他。张经理，外边有人找你。谁？他说是你哥。让他进来。他说在楼下等你，有点事儿要跟你商量。三儿，在你门口那人谁呀？王平啊，你没认出来？王平啊。哪个王平？害死咱姐那个。
他怎么会在你那儿？他现在是我的男秘书，我用钱买来的。现在我让他干什么，他就得干什么。真有这样巧事儿？要不是他，咱姐也死不了那么惨。我留他在公司，就是要羞辱他，要让他像一条狗一样俯首帖耳的。三儿，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也别太记仇了。他欠我钱，不还清钱，就是让他下油锅，他也得熬着。哎，哥，找我啥事儿？三儿，啊，我要和燕萍结婚了。你跟谁结婚？燕萍。他答应你了？我们已经领了结婚证。知不知道我和燕萍从小要好？可你已经结婚了。结婚又怎么样？我是被逼着结婚的，要不是你做生意赔了钱，我早就和燕萍结婚了。你对燕萍做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做。你胡说！你什么都没做，燕萍为什么要和你结婚？我和燕萍说好了的，她等我，我还了赵丽丽钱就和她离婚。燕萍说了等我，你这么做，你是不是我哥？你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，燕萍也没有。这么些年再苦再难咱们都熬过来了，我绝不会做伤害你的事。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哥，但你以后会明白的。下星期天，我和燕萍、仁义和芙蓉一起办婚事。燕萍希望你能回去。我不回。你给我滚！滚！建国不回来啊，就算了。他打了你了？三儿在气头上，没事儿。他肯定是在恨我。那你还见他吗？我如果见到他，肯定会忍不住地说出实情。他要是真的来了，我也没有办法面对他。慢点啊，放这吧，放这吧。
走。燕平，燕平，快来，把这喜字贴墙上去。好，这样啊，你回屋里再好。仁义，啊，快过来，你别忙活了。看你那边还缺点啥，快去准备准备。缺啥？芙蓉上街都买去了。你看你，那没事，捡这么多。三娘啊，咱们活了大半辈子，可算是摊上一件好事了。哎，你说这俩还一块结婚，真是没想到。别说了，你说了。燕平。三儿，你回来了。我找燕平。燕平不在。三儿你过来。哎呀，三儿你过来，你要干啥嘛你？娘，别了，我找燕平。三儿，你找燕平啥事儿？我用不了多久就要离婚。你们知道我从小和燕平要好，这事为啥要和燕平结婚？为啥？不为啥，就是要结婚。三儿，你给我回来！你放手！你不许进！你给我放手！你个混蛋！我打死你！我爹！你打他爹！三儿，三娘，你给我走！你别拉我！走！哎呀，你别拉我！你打！你打！放开我！三弟，行了呀！你出来也行。我打死那个兔崽子！你别拉我！你干啥呢？哎呀！你别拉我！这个兔崽子！出来！行了！你松手！张毅，你松手！兔崽子！你出来！你给我说清楚！燕平，你出来！燕平不见你！你给我说清楚！你再喊我掐死你！你走开！咱们还是不结婚吧。不，我们结婚。新娘，向双方家长行礼。
老师、李老师，你们说两句吧。说吧，说两句吧。啊，你说吧。我说什么呢？哎，对了，让张师傅说吧。对，张大哥。哎，兄弟，那你就说。你看，我又不会说话，这说啥呀嘛？这咋装不上戏呢？看看，你说。那中，我就说两句。好。我说啥呀？随便说，随便说。今儿个孩子们结婚，别提我这心里有多高兴了。仁义和富荣谈恋爱，坎坎坷坷的，也实在不容易。今儿个能结合，那就是缘分了。燕平儿和建设打小就是兄妹，今儿个成为夫妻，那也算亲上加亲了吧。哎哎，大妹子，这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啊。哎，我就希望孩儿们啊，将来啊，要孝敬老人啊，幸福美满，白头到老。你上哪儿去了？喝得醉醺醺的。嗯。是去参加燕平的婚礼了。你闭嘴。去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。你让开！我是你妻子，不是燕平的替身。你想要发泄，你可以上街去找妓女。我也是个女人，有感情，有自尊。对不起，燕平，你先睡吧。
这些年我太累了，但我还是得到了。我会做个好妻子。我相信。先生，我们这里还有帮您办牌照的业务，可以省去你很多麻烦。行，我就要这辆。好，我去找经理。你打定主意了，不后悔？我有什么可后悔的？要钱干什么呀？不就是花吗？燕萍，我的衣服自己洗，放下。还是我洗吧。哎呀，燕萍，搁下。娘现在还能动着，等将来老了，动不了了，你再伺候。娘，你还跟我见外啊？你歇着吧。你看你，哎。娘，你看啥呢？建设，燕萍是不是有了？喂，嗯，啥是有的？嗯，也就一两个月吧。不对，我看那样子都快三个月了，还不止呢。建设。是不是生意做成熟饭才结婚的？看着老实，真是黏驴踢死人，一点也不老实。娘，行了，娘也不怪你，高兴都来不及着呢。哦，我去帮他洗衣服去，别让他累着。燕萍，燕萍。怎么还没擦完？哦，我一直在擦呢。哎，拿什么擦呢？你就不知道换一干净点的布子？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人。行了行了，回去吧。关于合作这个项目的事儿呢，希望您回去尽快的能做出一个协议出来。你放心，两天之内我会把协议书交给你。好的，这个具体的签字事宜呢，一定要经过我们的总代理本人。好，恕不远送。谢谢啊，再见。张建国，宁心，你不是出国了吗？又回来了。听说你开了家公司，干得不错。不行。有空吗？到我办公室坐坐。你在这儿上班？哪家公司？混饭而已。
这么长时间不见了，是不是赏个脸，一起吃顿饭啊？叙叙旧情。去哪儿？地方随你点。口气跟从前都不一样了。好吧。走。事隔三日，当刮目相看。张建国，以前我的确小看你了。人嘛，总有犯错误的时候。我不怨你。事到如今，我只想问你一句话：你对自己当初的选择后不后悔？怎么说呢？也后悔，也不后悔。总之，都是一种活法。如果你要是干得不顺心，可以到我的公司来，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副经理的职务，当然还有相应较高的薪水。你真是不计前嫌，谢了。不过目前我还不想换工作。随便说说。喝酒啊。来。什么时候还能再见？会的，很快会见面的。总代理对这份合同很重视，他一定要与你面谈，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大。我还得感谢你对我的帮助。不客气，张先生请。总代理，中间电脑公司的张先生来了。你是总代理？我请你来是想告诉你，关于这份合同所拟定的条款我很满意，但是我不能签署。为什么？既然你满意，为什么又拒绝？这份合同单就其实质而言仅具有文本意义，从法律上讲只有约束双方的作用，但实际上收效微乎其微。在中国，经济官司是很难打。我们根本就不会打官司，我公司的信誉很好。是吗？碰巧我这儿有篇报道，内容是写你在高科技领域内进行巧妙的知识诈骗，看上去记者对你很不友好啊。自己看看吧。这全是污蔑。内容很详实，不像是编造的，起码我不这么认为。你可以走了。张先生，你很聪明，应该为我工作，或许我可以在公司里给你找到一个相应较好的位置。当然了，还有较高的薪水。我这人做事有一个原则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。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实在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。没关系，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再见，张先生。
谁啊？我，宁心。别往楼上看，我就在你身旁。什么事儿？往你身后看。我刚刚决定给自己放了一天假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。干什么呀？我们聊聊。遇到故人嘛，总是很高兴的。我们好好叙叙旧。上车吧。真不可思议。什么？我是说，你居然还会跟我在一起。你说你人长得这么漂亮，又有钱，而且现在也结了婚了，你也不像是一个怀旧的女人。不，你错了，因为你是我第一个男人。女人呢，都是挺蠢的，她们对自己第一个男人总是情有独钟。再说，你不是也结婚了吗？我丈夫在深圳做房地产生意，倒卖钢材，炒股票。总之，什么赚钱他做什么。他常年都不回来，我知道他在外边有别的女人。如今这些男人呢，只要有了钱，女人就会像蜜蜂一样围着他嗡嗡的叫。不过我不在乎。谈谈你吧。我没什么好谈的。你最终没有跟艳萍结婚，却找了个有钱的女人，这说明你已经很现实了。打住啊。嗯。